我要翻车了，跟你讲，要跟你要翻车了。哇，5-3了，我就认真打了，不能烂了。我看看啊，我想想办法把这三枪换回来。这套我应该挺擅长的，4.8分，我应该挺擅长的。放枪了，放车了。我想想办法。哇，这个，哇天！我最近没有玩超级出，因为那个气球不好打。哎，牌出不来。看没，挖机解水桶是不是有东西？不然来玩墓园吗？墓园我玩不来。力量哥解飞桶，哈哈！哎，我认真打了，认真打了，认真打了。好，炸了个寂寞，炸了个寂寞，什么都没炸到，炸了点蝙蝠。三个懒羊羊。他毒药刚才用过了嘛，对吧？好，这是第二个毒药。炸哪个好？炸这个好。是不是很强？这套防守是不是很强？带了三枪之后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哦呦，哦呦呦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这光头吓他不？这人，这游戏他想搞我，这游戏他想搞我。好，可以了。林飞断网法术，
好，七杠三还 OK 吧？认真打了，认真打。我现在是认真打，非常认真。部落满了吗？部落满了，应该还没有满。哦哦，天狗啊，我们的好朋友来了，老好朋友，超级好朋友，这个是超级好朋友。哦呦，地狱龙啊，地狱龙，超级好朋友，这是我们的超级好朋友啊，好好对待他，好好对待他，超级好朋友，这个是超级好朋友啊，超级好朋友。哎，小电车伺候你，是吧？超级好朋友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好朋友来了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超级好朋友来了，哎，送他，好好招待他，好好招待他。哎呀，这个气球给你了，气球给你了啊，给你了，我多好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好，他没了。啊，日本人不都喜欢玩一些又快又小的东西吗？哪有，他们玩的东西都很奇怪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超级好朋友天狗，天狗气球，我们超级好朋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炸一下吧？哎，炸歪了。这是个墓园，这是个墓园。哎呦，这怎么不是墓园呢？这怎么可能不是墓园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冰球？你玩气球带什么？带什么那个这个投石哥？这怎么不是墓园呢？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这怎么可以不是墓园？这怎么可以不是墓园？天哪，还是气球，不过气球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没关系。哎，这樵夫有点送啊。这个冰洞也不是说不行吧，也没有很好。还忘不玩气球了啊？还忘不玩气球了？还忘不玩气球了啊？玩气球是不是？玩气球是不是？这个可以炸吧？炸一下。哎呦，气球来了，气球来了，这个气球，这气球，房子挡一下。啊，还玩不玩气球了？还玩不玩气球了？预判的，哎，预判的。没了，他没了。哎呦，声东击西是不是啊？两个便便和两个火枪手是你可以声东击西的。好，气球没了。这音乐是不是有点重复了？我应该换一个音乐，应该换一个音乐。这个皮卡锤啊，皮卡锤，哎，不是皮卡锤啊，这是个，哇，这个火球炸的有点下饭。水人，哎，会不会突然掏？哦哟，还是个皮卡锤，还是简简单单的皮卡。
啊，这个雷龙有点麻烦的，这个雷龙还是有点麻烦的。怎么说呢？炸一下。好的啊，这个火球炸得很好。哎呦，这个金鱼扫下，他是火球对吧？他是火球对吧？我刚才没看错吧？哎呦，这个他应该不是预判我的电车吧 ？OK， 这个挺好的。打，好的，完美个屁！他有火球。哎，我以为皮卡锤都是带毒药的，结果这个人他是个胖徒皮卡锤，他是假的皮卡锤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胖徒。啊，这个胖徒，有点难处理啊。还大小皮卡都来的吗？有点难处理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有点难处理。有点难处理这个难处理了。很难处理。哎，他火球炸歪了，这是我的机会。他雷龙出在另一边，炸掉。OK， 这不就是机会吗？这不就是机会？但你想偷我是不是？啊，你想偷我是不是？啊，你是不是？我玩了几年游侠了，我玩了多久的游侠？想偷我？啊，你想透我是不是 ？OK。国外，对，在国外。啊，这个人他是个房子流啊。好，他飓风用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骷髅巨人不能进来。禁止入内，骷髅巨人，哎，三枪给他吃了。这个是个硬仗，打房子有。他飓风又用了，真的吗？哎呦，这个哇，深藏不露，这个人深藏不露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输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输的。OK， 我不会输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不会输的。房子流，我从来不怕房子流。要留一个房子出来，就这时候用的。我叫房子方，房子没歪就好。啊，这个给他偷的太多了。啊，这鞋给他卖了一半，我的天哪，太卖了。房子放在这里。三枪。他没有冰冻，他死了，他赢不了了，赢不了。睡觉了啊，晚安。这个是纯之喜欢用的音乐。
我把它打到那个弹幕上好了，我快打到15了，就到15了，再来一把。皮卡啊，皮卡，皮卡锤，那是毒药还是那个啥？我不知道，毒药。哎呦，跟我很像吗？这个人？准备炸，它是毒药，所以我，哦哟，你敢毒我的房子，你敢毒我的房子，那不好意思了呀。他有没有游侠？给他透上，给他透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卖点血，卖点血，这是故意卖的，这是故意卖的。打制品，他电法要出了吗？炸不到，他会不会毒啊？我觉得他不会毒，他真的毒吗？皮卡出不了，他没费。哎呦，他可能会用游侠透我啊，没关系，我比他快，我比他快。拜拜，晚安，赢了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是不是很厉害？认真打就不会输了。还有奖励吗？没了吧？没奖励了，15打完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哎，狂暴电池打不过，可以的，可以。那么我也播到这里，也下播了，很晚了，晚安，朋友们。